前你在那个永兴凤茶，对，我在那边当这个研发的主厨，不简单呢。你这个制作甜点之路是怎么样？我做甜点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，我从国中毕业开始就是真的，对，就开始就念相关的，念相关的，失学少女。对，是学少女，他们当年的辍学啦，开始来介绍，来来，这个叫达，对，这个是达克瓦兹，那从哪里的名字啊？达克瓦兹源自于法国，只是法国他会把达克瓦兹当做一个蛋糕的蛋糕体夹层，然后这种夹心版的是从日本过来的。哦，对，所以本来只有这个皮吗？对对对，本来就是只有这个皮叫达克瓦兹，没有中间的那一层达克瓦兹蛋糕体，对，然后加中间，对，所以日本是夹馅款的，然后宪哥现在吃的是开心果桑梅口味，那这个也是榴莲口味吗？没有，但是我一直闻到榴莲，榴莲在这里，榴莲好浓哦，本人在那里，你们吃的是焦糖海盐，哦哇，这焦糖好吃哦，太好吃。没有，它这个好，它好热，有比较多种的那个层次啊。哦，哎，这个超级爆炸好吃，它不会很甜，它就是咸咸甜甜的。对对，咸甜咸的。因为我很喜欢焦糖，哇，是一个最喜欢焦糖的。然后这一款它比较特别，它是用开心果粉，就是国外进口开心果粉做的饼壳。对，然后里面是用我们彰化在地产的桑葚，对，桑葚有没有？咬下去它还会有点爆馅，对，我里面还有几还有很过瘾的流心焦糖酱。你怎么样经过？你看前面有这个几年的疫情，那时候疫情爆发嘛，所以它就是室内空间人数容量有限，所以原本我们是团体教学模式，后来就是改成比较高端，走高端路线，一对一十月课程。所以它也是做自媒体啦，现在几乎人人自媒体，对啊，你做什么，然后播一下，有人想看他就看一下，看一下就有。可能能够把它销售出去嘛，只要有好的内容就没有问题。对，其实你一个人创业，你什么都要会，不然真的，你等于要从制作，然后呢摆盘、行销，然后包货、送货、制作、制售，很累，那么辛苦，那这样有时间交男朋友吗？有啊，有一个老公。没有时间交男朋友了，有老公了啦。没啦，老公一个就好。当然，当然，这什么话？这样子，对，一路到现在这样。那今天这一个叫做，这个是很特别，因为我知道宪哥喜欢吃榴莲，榴莲圣卢卷是我拿手的，然后在我的家乡卖的非常好，我吃过，人生第一次，它是焦糖榴莲，它是焦糖榴莲，焦糖哦，对，够焦糖给来，对，哎呦，拍手，所以其实不敢吃榴莲的人也敢吃，但榴莲是整大块就摆进去了，对，我不打碎的，因为打碎它会出水，然后看起来就烂烂的。你可以吃得到肉，很有意思，还有焦糖味，对，好热，因为他刚刚闻的时候，榴莲的那个味道很重，但是吃下去之后是好吃的。好，哎，请问一下，伊丽莎白二世最爱的甜点是什么？啊，这个爱吃的，哎，这个爱吃的，爱吃的甜点，我来猜一个，好，达克瓦兹，生乳酪卷。所以等于现在是要猜宪哥喜欢吃的榴莲。跟刚刚那一个有一点，跟第一个吗？马德莲有点像吗？对对，长的形状，那个大小有一点点像。它会做成的形状一般比较接近三角形。三角形一般的都会做成三角形的，吃它很多很 gay 白，还要用奶油刀。哎呦，起司蛋糕 ？No。那个松饼吗？不对，小松饼，那它也会，也可以沾一点奶油。三角形，三角形的有什么东西是三角形？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加一些什么小颗粒啊，或者司康。恭喜答对！好，两位来来来来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，推荐 during love dur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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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ring， 我想要吃一下这个达克瓦兹。哇，达克瓦兹！哎，你要吃到 during 啊？你要吃到 during？ 有里面有吃到吗？有！哇，超好吃！中间，它很对味，榴莲配焦糖之后很对味。守恩，赶快吃一下。哦，开心果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像马卡龙，有一点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它比马卡龙再更松软一点，然后中间这个我很喜欢这种酸的，而且它里面是有酱的，可以吃。那个你咬下去之后，它会爆浆，有没有？爆出了，爆出，你看那个爆出了，爆出了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
感觉很棒。哇，现在还有特别印这个，对，你单吃里面那个对乳糖，而且你看它爆出来之后，它又不会流下去，对，就刚刚好，刚好夹着，可以克制化，刚好可以印喜欢的人的照片在上面，对，印到一个综艺大热门在上面，所以这个叫打卡。达克瓦兹，请问两位，达克瓦兹会错吗？会，因为它其实原料跟马卡龙其实真的是一样的，就是蛋白跟杏仁粉，然后糖粉，那只因为制作手法不一样。哦，米娜呢？这个，所以它吃起来会比马卡龙还要蓬松。哦，所以刚刚有它确实有点像马卡龙。马卡龙的兄弟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知道烘焙师会这样讲。蓬松的马卡龙，姐妹，他们是女生。男生的达克瓦真的不错哦，我觉得好赞哦。它的那个表皮是那个脆脆的，我真的非常爱。哦，对，它上面会撒包包。把那个叫那个油米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坐在那边什么？我干嘛啊？我坐在那边，镜头带不到我。好，来，请回座。你们觉得他可以拿到我们的证书吗？三二一，举牌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三吴尊，三吴堂，吴尊，没吃到是你家的事。对啊，那个太水了哈，你的不够成。